比较难时间找，因为爱喜期来带五郎炸过来，于是里面没有就是没有。哎，你们出把出把，出把了，出把。昨天在那个桃园，不是我一直在说，哎，有一个长得小小只很可爱的，后来他要上来留言，他说他身高不到140，哇，好小一只哦。喜欢那只。买一只。500块的。没有，他买了。啊。300块，300块。这个300块。300这样。一片的，300块。好啦哦，快点。这里。300块，这青鱼片300呀，这三只500，那虾啊，虾啊500。哎，肥皂垫拢弄啊！有流赖吗？没有哎。不过我有一个邪恶的想法，哇！1300哎。她老公姓卜，哇，好像都在，好像娶一个未成年的回家。人家好像结婚喽。他说他是欧巴桑小姐，那应该是结婚了。剩下的蛤蟆帮你留起来，还有蛤蟆吗？好，好像还有一份，我帮你留起来，华一弄华一。啊，这几个要虾啊？有啊，你一个鸟啊，这两个啦。哎，虾啊，多啊，多啊，超多啊。你可以等，希尔，你要等什么？这老白人啊，你要等啥？希尔。你那林武林过小卡，你要等啥？对，还有人要虾啊无？无吧，虾啊无人要呀吼。阿雄，迄蛤蟆包起来，咱就人要滴。不要，还是买两只就好了。好，华英，我帮你留蛤蟆了。东口的这边是嘉义凤和嘉义市东区凤和路11号，在地人叫做东市场东市场。这阿姨要结婚了，你要不要结婚呀？这个500啊。要我留东西的，赶快啊！哈。昨天那个不到140，不到140公分，哦，那很好，火车便当，因为又轻又好抱。啊，你啊喂，太多了，往以后来，我这北京这边，哎呦，你要不要三只好了，还是五八十？头前拢算了嘛吼，哎，拢算了。哦，安尼好嘞。五个以后来，像无买着。对啊，对啊，今年买两三个。哎呀，这北青哦，这北青牌好啊。嚯，这明天用吹用。放弃了，我有满脑子的坏想法，例如绑双马尾啊。嗯、穿制服背小红色的背小红色的小书包。
一个什么？有鲑鱼哦，哎，有鲑鱼，甲包四条来，你甲包平条啦，包四条来。我嘛四条。啊，即个你包两份啦，哦，有鲑鱼包两份，啊，你啦。不是好，哎，找伊三百块大。阿信吼，这阿姨的迄种算是规箱的六楼吼。大片的，我要大片的。大片的，等下我先买。你讲买了才做一开提啦，嘿。你是要大箱的啊？哦，例如单马尾啊，双马尾啊。大地啦，哈，大地。小护士啊。小学生制服啊。140小学生制服穿得下、喔、哎呦哎呦，我今天早上怎么这么邪恶啊？有啊，3500块。哦，那边烧了，我贵两块。突然国小没有背包哦，只有斜肩包。我背也像你啊，我背也歪。啊，搁一串，他还有一双水。哎，咱都搬走了。用袋子把它装起来掉了。好。Hello。啊，帅1500哈。好。我们满脑子怪怪的坏思想。哎，免啦，拆开就好啦。拆边啊，五百块哩，五百。拆开就好啦。拆边啊，无啊哦。你太晚说了哦，拆边啊，无啊。哎，头班啊。九班的龙胆四班的。还好食无？好食，要是好食。拆开五百，开另500，OK，无问题。可以啦。可以，你有买着啦？来，等下，好来，三百公挂空。哎，上班有几箱的无？上班有啊，哦，一箱嘛千五公，哦，还佫用多个底啊？还找工吗？金鱼片，金鱼片还有在帮你。我啦吼，下边啦应该是无啊。哎，用到三千，含起。信芬，不要不能怪我，萝卜糕的部分我还没看到，它就没有了。哎，黄鱼人，黄鱼人，人家在后面咻咻咻咻咻就不见了。肖同学走。这水的啦，黄鱼无起贵，只变白色的吼嘞。这捡起来500块嘞，这两尾500、300、500、400、500。什么叫黄鱼啊？四五百块就来。还搁什么叫黄鱼嘞？500块嘞。两只我不知道香珠是谁呢？这个五字五百块。你讲，你去恁讲。哎，我查见。哦，恁查见到尾底萝卜糕啦。萝卜糕。好，那个。恁母啊，在我边啊啦，我甲伊讲吼。来，拢过来。啊，你回收剩三只，300块，两百无？来边啊来。W 早安。啊，两只啊无？两只啊无来。看宝大长知识，还可以学坏东西哦。那虾仁卷你买200块就，哦，你等于用钱差不多才回来就来200块。